英语中的十大词性。第一个，名词，世间万物有名字的都是名词。第二个，代词，指代名词，比如你、我、他指代的是人或物。第三个，动词，表达动作或状态。第四个，形容词，修饰的是名词，比如好的老师。第五个，副词，修饰的是名词或者代词以外的词性啊，比如说它可以修饰动词欢快的跑，或者修饰形容词好的很啊。第六个，数词，数字。第七个，介词，用来连接词语。第八个，连词，用来连接句子。第九个，冠词，总共就三个啊，不定冠词 a 和 an， 定冠词 the、啊、还有一类词 oh hello hi， 平时日常用语，说不出什么词性，咱们叫它感叹词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。